我哪里想好？奇怪，无发烧啊？刚刚你是狂犬病发作？我就知影，咱两个若是比哦，性格相当哦生气，一定是我赢。你有够讨厌！喂。 啊，小爷，你的个性就是安尼啦，啊，做好代志，惊人知影。后伯啊，你过来到什么闹热啦？刚刚不是你用阮哥的名义，用简讯啊传伊设计图给阮嫂啊，想要甲伊鼓励较振作。老公，你真正有够大心的，有够温暖，我就知影我无选唔对人。 真歹势，你讲的迄人不是我。真正是你。嗯。啊，你讲得好，安尼表示讲我哥真正在我呢。伊若是还佫会记阮所的电话号码，想怎摆甲阮大家联络啊？这真简单啊，你的简讯无可能是恁哥传的，但是有可能。 是别个骇客传的。啊，怎有可能啊？迄个骇客安尼做，伊有啥物好处？嗯，这我都唔知影。老公，我咧想讲哦，你嘛知影阮嫂啊，伊最近哦，小连锁啊，失去阮哥，失去应心姐，啊，佮失去伊个宝宝。 伊收到迄打击声足大啊！我爸妈有讲哦，伊收到迄简讯的时阵哦，哇，哎呦，哎，参照予伊新的希望，予伊有真大的鼓励，予伊相信讲阮哥还佫活咧。所以我就想讲哦，你敢袂当佮用一个阮哥迄三 D 立体投影啊，予伊佫较济鼓励？老婆。 告诉恁哥，是真正死去。你也袂讲啥啦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啊！我哥只是失踪尔。你头头在讲啊，告诉恁哥还佫活咧，伊一定甲恁厝内人了。是安怎伊到即摆佫无消无息？哎呦，这毋是重点啊！ 重点是爱互阮嫂哦，有搁较侪鼓励，啊，互伊有活落去希望。希望愈大，希望就愈大。人都是安尼啦，我走就走啊。阮爸妈是安尼，阿姐是安尼，即嘛因亲姐嘛安尼，你看。 连我阿姨管请来的人，即马都已经倒落去啊，嘛真有可能去互判死刑。所以啊，永远拢莫认为你家己有偌巧、偌贤，咱拢只不过是造物主的佚佗物仔尔。咱叫人创造出来，就是准备来等死的。只是有的人死较早。 有的人死较晏，有的人死较轻松，有的人死比较痛苦。既然咱拢是出世来等死的，安尼就应该爱甲世情看破、看淡。 永远莫对任何人用情伤心，才会让家己伤害家己。唐同学，是嘞啦，是我神经伤大条，我拢无顾虑到你的心情。 哎，哎呀，我。
安尼啦，咱赶紧结婚，办一个哦较热闹的婚礼，啊，结婚了后，咱就出国四界佚佗，啊，你较袂安尼乌白相，多愁善感，佮触景伤情。对了对了，哎，报告少爷，哎，少奶奶，恁结婚哦，迄张纸包括吼婚前的检查啊。婚纱礼服啦、摄影啦，啊，包括餐厅的酒席哦，迄名单我拢给传好啊呢。哎呦，后辈啊，什么婚前检查啦？你真正是万能管家，良心我一定叫唐永泉哦，替你加薪，还有年终奖金。咋？感谢小奶奶。他说：“讲煞未？无看好你无用心。”继续讲，我先出。无啦，汤泉，迄婚礼的代志，哪袂讲煞？哎，少奶奶，你莫对起啦。阮即摆少爷吼，神经哦比较较脆弱啦，啊，佮拄着吼赵云新大小姐这边哦，讲想话走就走啊，对阮少爷来讲哦，打击足大啦。我嘛真烦恼呢，烦恼阮少爷哦，啊，担心伊啦。啊，总是哦，还是亲人的代志啦。啊，这个恐慌症啊，搁压起来哦，吼，我真烦恼。所以哦，互伊家己冷静一下，啊，静静思考。等你情绪若稳定的时候，咱再来讲婚礼代志啦。谢谢光临啊！哦，都讲好，都讲好，哦，谢谢。顺利啦。我总算是买到迄智慧开发的新贵股票啊，准备要赚大钱啊！店长，哦，你个脚手真紧嘞，啊是讲哦，你拢无好好研究遮只公司，就把钱落落投资，安尼真危险啦。这个，你无听到你讲富贵险中求，迄若是要赚钱哦，你着爱付钱哦去赚钱才对。人两脚，钱四脚，咱永远是捏袂着的。所以讲，我也是爱靠投资较紧啦。而且我甲迄个智慧开发的高管头熟识，特懂的。这间智慧开发明明都一直咧撩钱，干那靠媒体炒作来吸引投资人的注意，完全拢无利基点。而且公布出遐财报嘛真有问题。啊，店长来讲讲投资，啊，一定会撩钱。店长啊，其实你哦，唔通一直想讲要炒短线赚大钱，买股票甲跋筊哦同款，无遐简单啦。除非你真了解这间公司安怎运作的，啊那无，上好是卖卡啦。嗯，对啊，你讲的也嘛对呢。我都真正唔捌遐，但是迄个高管他足厉害呢。放心啦，我只要对这个高手去谈就对啊。啊，伊专业的代志哦，就让伊去专业。啊，我根本就免捌遐济啊，对哇？恁免烦恼啦。哎，歹势哦，欢迎大杨哦。喂，唐永泉啊，啊，恁来伫这个时间来遮啊，啊，阮就要收店啊呢。啊，我知影啦，但是厝内伤吵啦，所以我要找一个较安静的所在。啊，恁家袂把我赶哦？哪会啦，咱两个人实在遮尔久啊，你着做你拍，看你要坐偌久哦，拢会使啊。啊，是讲，你来这个时间搁咧用电脑，啊，你到底是咧挂着网络上咧创啥？服务生，歹势，啊，我遮个甜点要打包摆带。哦，无问题啊，这个。啊，迄个人客哦，要打包迄个甜点啊，你帮我处理一下吼。啊好。汤泉，我知影你要啉烧的摩卡，你先伫遮拍电脑，我来做给你啉嘛。好。汤泉，我听讲要赵英新跟伫他。啊！迄个方婉菲哦，佮东明甲子林一个呛声咧，真正是够气死人的啦。老实讲啊，我是感觉应心姐是有真大个问题哦。这个代志无遮尔单纯。哈、啊？
照你这个名侦探唐永全，是搁有啥物惊人的发现啊？经过我的调查，应心姐身躯顶有两摆去有车弄到伤痕。啥物啊？赵应心去有车弄两摆？啊，敢会是迄个肇事者甲弄累了？啊，惊人无死，惊麻烦，所以讲伊搁肉骨要甲伊弄死哦。这我都唔知影，应心姐面个因辉华。我即个当位验尸报告去调查，所以啊，我正话来你家，就是要偷偷害你去警察局的电脑内面看破解资料。哎，你既然遐尼有才调，你爱赶紧把真相查出来，啊，我指定一个安心。我知影啦。哎，我隔壁人。哦。哎，这个，你帮我去看迄唐永全隔壁住好阿未啦？喂，静啊！哎，哦，谁来？谁来？谁来？我听人讲过，伫山脚三跪九叩求山，是毋是就会感受到你的心意，就保庇你的愿望成真啊？我陪你跪，啊，咱就用心意感动生命，让伊哦看到咱的决心。干什么啊！停！是我，乞狗。乞狗，真是是你。啊！停！你脚伤着伤哦。但是我将走投无路的人，只要会当在离开的时阵，甲你见一面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你保重。啊，小弟弟，阿母，你就先避着阮家啦。好啊。你先去避去。看到因家大顶，规堆的食的物件，还佫穿两双低哦。是安怎有两双低？什么声音？你房间是不是有人？是我的闺蜜飘飘。你甲我讲，伊甲伊阿飘哦，和平相处哦，已经关系关系啊。我讲，伊即马就讨厌你。你敢袂是唱一个查甫人伫伊厝内袂？我有听人咧讲哦，那是收到四叶草的人，也就幸运的哦。那安尼，我要甲挽落来送给阮妈。佳佳，你莫惊，我来救你啊！冷冷的暗暝，我想你，风雨中透着。就是想了解苦涩的滋味，往事就是我的安慰。无情人来离开，空气中带着酸味，烧热心变成一滩的死水，孤想你，啥意义？情意过站，爱已随风去，撒哟啦啦，无缘的你，无情人来离开，空气中。心变成一滩的死水，孤想你。